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成交量又创近期的新低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先来就这个量，先来看这个量，我们后续要如何处理啊？就说行情哦，从这边开始价往上走，但是从这里开始量往下跌，那这个台股就说台股二三十年那个线型哦，几乎没有出现这样的形状啊，几乎没有啊，而且量这样子很规律这样萎缩，一直缩。那我们今天早盘看呢，9点多我们就预估这个量会再创新低，结果最后出来的时候更少啊，2200多亿。那近期呢最低量在这边，那这个最低量之后，最低量这个也是一个中长红，那后面连续涨，涨了几天就掉下来。那今天呢，这个 K 线虽然量缩，但它 K 线也是相当好啊，相当好。所以说量缩代表什么意思？量缩就是说你买跟卖的人吼都很少，都很少。那后面呢，有稍微有利多，有利多，那卖的人少，那买的人增加，那就上去了。然后如果有利空，那买的人已经没有了，那卖的人一增加，那整个后面就下来了。所以说，在这边这个行情啊，如果说量继续这样缩的话，那大概就是横盘，那也许可能涨。那如果说是量增是红 K 的话，那往上还有高点。但是如果说是量增黑 K 的话，量增黑 K 就表示说有可能就是这个卖压就慢慢出来了，那尤其是如果说后面出现一个就是下跌幅度2%的黑 K 的话，那个就千万要小心。一旦是出现下跌幅度超过1.5%上1.5%以上，或是幅度超过2%的下跌的话，你就千万不要犹豫呀，千万不要犹豫啊！那个赶快跑，要赶快跑。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量增黑 K 的话，就慢慢爆，慢慢爆。但是，一旦有量增黑 K 的话，那个绝对要跑啊！你如果说你前面不跑啊，会怕你后面来不及跑，尾护罩，尾护罩。你看这边啊，这边它量缩之后啊，量增红 K，就是这根的旁边，量缩的隔壁这一根，量增。红 K 那继续涨，但是呢后面量跟不上，量跟不上，那线形也都是这种小红 K 就震荡盘。你看这根量增黑 K 之后就开始跌了，所以说它在量缩啊，缩到这个样子，缩到这个样子。如果说后面是量增的红 K 的话，那还有高点。那一旦是量增的黑 K。量增的黑 K，尤其是又破这根 K 线的一半，或是破这个底的话，千万要小心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边建议的警戒点呢，就是一个18050，一个18000点。就说如果说你个性比较保守啊，破这个18050的话，那你最好是先部分出场啊。那万一破这个18000点整数关卡的话，那最好是东东，最好是。是，该跑的要跑啊。那如果说这个点数配合这样的 K 线形态的话，量增黑 K，一旦出现一个量增黑 K 破18000整数关卡的话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啊。尤其像这样的量缩，我们就是台股过去几十年，我今天把那个过去从民国70几年的线型全部看一遍。没有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，除非一般哦，一般量缩都是说哦，回档整理，回档整理，或是说回档或是整理之后，整理到终点之后一个量级缩，然后后面的量增就往上走了。那很少像这种量价往上走，量往下缩。那我们偶尔有看到一个，就是量价背离的上涨，量价背离的上涨，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只要有一根黑 K、两根黑 K，那后面的幅度都会很大。所以说这个啊，
这个量啊，你后面一定要小心这两个量增黑 K 跟18000点这整数关卡，所以这是重点。那我们这个讲完，我们来继续看美股。那首先道琼是上涨，那有一点长上影线，基本上它的周线仍然是一个上升趋势啊。那日线也是上升趋势啊，只不过在这边盘了一阵子啊。啊，纳斯达呢？纳斯达两根黑 K 之后跳空往下，所以这个趋势是有点往下翻的，因为这样子涨，然后这边转弯有点下来，所以要么就是下来，要么就是在这边震。那上周的周线呢是长上影线的小红 K， 所以纳斯达这边是往下走的。那费半呢是跳空跌，主要是那个 Intel 的影响。那基本上这边上影线，这边黑 K， 这个是已经是看起来是往下翻的了，只不过说什么时候止跌。那周线呢？周线长上影线的黑 K， 所以说这样的线型呢，这样的形态一般都是反转形态啊。那 S&P 是个十字线上下影线，所以说你看美股 S&P 看起来也没大涨，那费半跌，那纳斯达跌，那道琼涨、啊、可是台股今天这么强，所以说如果说美股今天还不好的话，那一根黑 K 对台股没影响，那两根或三根呢应该就会有影响了吧。所以说美股还是要继续观察。那我们看个股啊，苹果跌，可是苹果这个礼拜要公布财报，所以说一般都是财报有好消息都会大跳啊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那个财报到底对它的股价影响是怎么样。不过目前看来这边三根横盘，然后一根黑 K 往下跳，目前看起来短线来看是往下翻的。那周线呢，这边一个高点，然后上周的周线是长上影线的十字线。那微软也是小跌收一个十字线，那 Meta 也是十字线，那稍微涨了一点点。那 Google 呢也是横盘的格局啊，所以美股看起来这七雄都不是很好。那 Nvidia 也是下跌， Nvidia 前两个交易这边有长上影线，这边有黑 K， 比方说已经有反压，那整个又跳下来，不过它的趋势还没往下翻呢，有可能只是像之前这个样子涨跌涨跌涨跌，就是在上升趋势中的震荡。但是如果说它这一根十字线如果再破的话，那就不是震荡了，所以说这个要持续观察。那一根 K 线呢，一到两根 K 线只是看当天这个多空的强弱，要是连续两到三根 K 线是同一个形态往同一个方向走的话，那么就是所谓的趋势形成了。所以说这一根这两根，那我们后面看是不是有第三根，或者说没有第三根后面又往上走，那后面往上走的话，那个只是一个短期的震荡，如果说再往下的话，那很有可能趋势 就形成了。那特斯拉，你看特斯拉这整个趋势啊，它整个下跌过程中啊，你看红 K 都是零星的，红 K 都是零星的出现，其他都是黑 K 啊，所以这个趋势要两到三根，那趋势就形成了。你看周线长上影线黑 K， 那 Intel 这里在这里有跌了十几%、啊、那财报的威力很大，你看财报也不好，马上就跌得稀里哗啦。那周线如果说不看这根黑 K 的话，好像仍然是一个上升趋势间的震荡，但是一根黑 K 下来，这个马上就是往下
往下的那个趋势，趋势就形成往下走了。那 AMD 下跌，所以说 AMD 如果说这边再一根黑 K 的话，那就是三根连在一起，三根就看趋势啊，两根一根到两根只是看短期的震荡。你看它上升过程中啊，这种黑 K 都是零星的，那红 K 都是连续的。那这边上涨过程中啊，上涨过程中黑 K 都是零星的，红 K 都是连续的，所以说要看后面这根黑 K 线到底是红的黑的。那加权指数，刚才是美股，加权指数，你看这个，我们把今天的量哦画一条线过去啊，就是这个是近期的最低量，最低量。价是近期的最高量，价量背离到这种地步啊，价创新高，量创近期新低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是越来越难做啊，这个现行真的是所谓的越来越诡异啊，是越来越诡异啊。然后呢，今天这个涨，我们看是哪些类股涨？首先，金融保险是涨的，涨一点点。量缩，从周线来看的话，是下跌之后反弹，目前仍然是下跌之后反弹的格局。那不含金融电子呢，就所谓的传产，长虹，但是你看之前跌了多少？从周线来看的话，跌反弹，所以说这个它要形成一个翻多的。趋势要变成往上哦，这个有很多压力要克服啊。传产类股，那电子类股同样的情形，跟大盘一样，你看量是背离的，量往下走，价往上走，你看这边也是一次啊，量往下走，价往上，那这边后来跟不上之后就往下崩。那半导体类股呢，也是量缩，那再重新创新高。那电子零件呢，量有增，那长虹，那但是、啊、这个仍然是以反弹势之，下跌之后的反弹。从周线来看的话，跌这么多，弹那么一点点是正常。那这边还有根均线压在这里啊。那电脑周边类股今天虽然是涨了。但是量是缩的，而且一般哈、哦，一般下跌的第一波之后，都会有所谓的反弹呢，像类似这个样子，而且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来算的话，你这根红 K 只能算是这里到这里下跌的50%、啊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有可能只是反弹，而且反弹幅度50%，所以说行情来看的话，不能看那么好吧、啊，因为这个是反弹50%，然后电子零件呢是下跌之后反弹，那半导体类股呢是价量背离创新高，那还有什么？那电脑周边类股仍然是从这个长期来看呢，仍然是一个平行轨道，低点，三个低点连一条线，然后一个高点，两个高点，三个高点。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你从这个轨道来看，仍然是一个上升轨道，但是碰到上升轨道的反压，有往下拉回的迹象。往下拉回的迹象，目前虽然是一个红 K， 但是下跌100。反弹50，这个仍然算是合理啊。你看这边下跌之后，来碰这条线之前，都有个反弹走势再下来，下来之后反弹走势再下来。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看有没有是不是横盘，或是只是弹一根，或是说再重新往上碰这个高点都有可能。那基本上就要看后面的量价结构。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持续报告。
金融献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线形了，这个图真的很有趣啊，就是画来画去啊，这些线呢、很妙啊。你看电脑周边那股啊，平行轨道啊，轨道上缘往下走，不单单台股如此。你看纳斯达，我们连接最近两波的低点之后画条线，然后来用第一个高点维持点画一个平行轨道，那 NASDAQ 就是后面这个高点就是碰到这个平行轨道，后面就拉回了。所以说这一波的涨幅跟这一波的涨幅从平行轨道来看的话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再往下走啊？他今天如果说再一根往下的话，那就有可能了。目前来看的话，看起来只是震荡了。那费半也是一样，你连接最近两个低点，画一条线之后，在这个高点呢画个平行线，然后呢就是要测量这一段会走到哪边去。刚刚好也是在这个线上面碰到这个线就压回了，而且还跳空。那这边这个跳空，你看这边也是碰到这个线之后。跳空，所以啊是有可能来碰这条线的。那 S&P 也是一样 ，S&P 这一段跟这一段就比较弱势的，因为这一段还没碰到这个上面这条线，那就出现一根黑 K， 那有可能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往上碰这条。那这个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多头趋势，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变成短期就要变成下降趋势了，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今天晚上怎么样。这是我们的 Night， 欢迎加入。那我们看一些个股啊，你看秦城它这一段的趋势，首先这一根大盘涨，那它是大量黑 K， 比方说这边有一些筹码就这边出来了，出来两天之后呢，这边这根量缩之后的量增呢，它不是涨，而且量缩之后的量增是在上影线的黑 K，
那比方说你卖压到这边止缓之后，然后有高点有引往上又往上冲高，这个比较高的价格呢就是引发更多的卖压出来，所以说这边量增黑 K， 然后呢第二天跳空跌，那今天呢是一根量缩的红 K 平盘，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它只是一个在低档震荡，可能是碰到这条均线有支撑，但是反压仍然是有反压在上面，这根 K 线的一半还不到，所以说这档怎么看，这档后面如果补量的话那就可能再往上弹，那看这个跳空缺口能不能补，如果说没有补量，不是补量的红 K 而是有量但是是黑 K， 比方说今天这个红 K 只是一个下跌过程中的短暂休息，所以说它这边的旁边应该会有量，但是红 K 的话那就有机会往上走，黑 K 就往下跌，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这档还不能做多、啊、还有风险。那创意呢，创意你看这根呢，这根红 K 对应下来是这根量，这根量之后隔天是怎样带上影线的黑 K， 而且是量增，带上影线的黑 K 量增的话，比方说你前面这个红 K 不是价稳量缩、啊、只是不过短暂休息，隔天有更高价，高价就会引发卖压出来、啊、量增、啊、啪啪两根这边带大量，所以说今天这个量缩、哦、今天这个量缩有可能就是说卖压止缓，先看现状，现状今天的这根不算翻多，仍然是下跌走势，但是如果说补量的话那就有可能往上走，那往上走这边反压重重、啊、反压重重，所以说这个往上走的过程中、啊、一旦不行的话，在这个反压之下一旦出现反转信号，那个是另外一个卖点、啊、另外一个卖点，所以说你看这个红 K 啊，跟这个红 K 啊，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啊，都是跌升之后那稍微止跌，跌升之后稍微止跌，然后呢这边是量缩涨，如果说它是量增红 K 大概就上去了，它是量缩涨要补量啊，补量才有可能上去。那伟创啊，伟创也是量缩，也是量缩，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震荡啊，震荡盘。那志邦今天有量增，但是带上影线，量增带上影线，目前看起来是往上走，但是走的空间有多少这不确定，因为你量增还带上影线呢，所以这个量增红 K 就没有这个材料 KY 这么漂亮，材料 KY 量增，但是它没有上影线，是以实体做收啊，而且所有的均线都压在底下，然后呢从日线来看这边一个底两个底三个底，打三个底之后今天又量增红 K， 所以说这个做多是有点机会啊，有点机会，但是从周线来看的话你这边还有一个圆圆头的均线在这边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均线反压在这边，所以说它目前就看有没有可能挑战这个反压，你看它下跌过程中啊，这个反弹高点在这边比前面高，这个反弹高点也是比这个低、啊、这个反弹高点比这个低，这个反弹高点比前面这个低，一波低于一波，所以说这个、哦、看起来是不错、啊、但是你最多只是不能做空、啊、那做多的话有这个风险在。那川湖啊，川湖来看的话这边有下影线，量缩下影线，今天又红 K， 所以这档是不能做空啊，这档不能做空，但是做多呢这边有反压，
这边有反压。然后我们看其他的，我们先来看威刚，威刚，威刚今天很漂亮，但是你看一个头、两个头、三个头、四个头，每个头都带都是带量，每个头都带量。那这边呢，媒体有好消息，但是仍然是量大的黑 K， 所以说他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量大卖下来，不太可能就说马上又拉买回去啊，所以说。你看到这些红 K 啊，真的是要小心了、啊，要小心了、啊。所以说啊，明天的盘你要小心这个，你要小心量增黑 K 跟18000点这个整数关卡。如果说量增黑 K 18000又不守的话，你千万要跑啊，千万要跑，不要跟啊，不要撑啊，不要跟，不要撑啊，量价不对，先跑啊，先跑。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Nine，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